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欢香草、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。我们看到后面的英文字 New Taipei Metropolitan Park， 就是新北大都会公园。这个公园超级大，应该是台北整个地区最大的一个河滨公园了。那我最近其实压力很大，因为家里有一些情况，那一直在家里就觉得很闷，那我就想说来这里走走。我刚去 IKEA， 那 IKEA 离这里很近，来这里走一走，那让大自然来疗愈我。我觉得有差哎，我在家里都看着墙壁，心情就跟着抑郁起来了。可到了这边，哇，很辽阔，心情就会比较舒畅。虽然压力还是在，但是我想那个心理对压力的调试，可能会因为大自然接近它之后，你会有一些释放，有一些改变。谢谢大自然带给我的这个疗愈力，有空你也要出来走走，让心情快乐一点。拜拜。